这个镜头拍的是蓝湛从屋檐上往下扔剑的动作，拍完后弟弟跟五指老师一起看回放，五指老师就开始指导弟弟，你挥手你挥手剑就扔出去，你挥手我就不要了，就马上就接回地上，一路往下跟到你那个位置，你接住。听完指导后弟弟再来一遍，接下来就该哥哥上场了，精灵快跑，我要剑对着你。这个动作分了两次拍摄，一次是在地面拍的，一次是在屋顶上拍的。精灵快跑，哥哥在准备飞下去的时候还不小心撞翻了道具，爬那个装网的声音要做一下，啪啪，然后我就跳，我操，什么声音，然后才会往这边看嘛，不然我怎么会往这边看，我的注意力全在金世界。对啊，就在导演跟哥哥讲戏的时候，弟弟注意到了哥哥的耳朵，但是哥哥现在动不了，然后弟弟就主动去摸哥哥的耳朵，说着弟弟就迫不及待地上手摸起来，看弟弟摸的这一下子，两人关系就不一般。哥哥跟导演讲话的时候，弟弟就在一旁盯着哥哥看，然后又上手弄哥哥头发了。抖音。